一九九八年的五月呀，时值初夏，大石桥市百寨管理区东江南的青龙山，草木葱茏，一派苍翠欲滴的景象。青龙山下有一片果园，也是绿色浓郁，生机盎然。唯有果园东侧山坡上那个已经啊成了废墟的采石场，满目疮痍，像历经了战火一般。 大煞风景。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号八点钟左右，东江村的农民李维宽呢，上山为本村的一位死者造墓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在断壁残垣的采石场工棚墙边，有一具已经腐烂的女尸。于是啊，他匆忙的返回村里报警了。 不久呢，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杨子英啊，立即率领二十余名刑警和刑事技术人员抵达了现场，紧张有序的展开了侦破工作。经过警方的侦破，发现死者三十余岁，身高一米五五，红色的圆领的半袖的衬衫啊，已经被掀至胸部，在下身。 遮羞部位的裤衩啊，也被锐器挑断。被害人长发及腰，脚上有袜无鞋，头北脚南，仰卧墙根儿，颇像是惨遭强奸的样子。另外呢，女尸的脸上啊，还被一块比脑袋稍大一点的石头压的是面目全非呀、啊，已经无法辨认。 是何许人也了？经过警方勘查，法医认定死者是被石头击中头部，引起了颅脑损伤死亡的。遇害时间呢，大约为五天。在勘查现场和验尸的过程之中，刑事技术人员呢未能获取任何可供追查凶手的痕迹物证，仅在死者的左掌啊。 发现了一组用红色油笔呀、啊、写下的七位阿拉伯的数字，这一组模糊不清的数字当即被警方判定为在大石桥范围内的电话号码，并且成为后来查明女尸身源和破案缉凶的关键的线索。当天中午，根据现场勘查结果，警方认为啊，这个案件呢。 系一人所为，据此推测，死者和凶手之间可能存在奸情关系。男方大概呀、啊，出于摆脱女方他的纠缠，或者以要挟的目的，将女方置于死地。进而啊，得出凶手应该是熟悉周围地理环境的当地人。死者或是当地的妇女，或者、啊。 是逗留本地饭店、酒楼等场所的外地的三陪女郎。随后啊，专门承担百寨管理区刑事案件侦破任务的市局刑警大队第三中队全体的侦查员，在中队长李昌贵的带领下，与区公安分局部分民警就组成了专案组，按照熟人作案的查定的方向，首先。 从查找这个尸源入手，开始了艰难的破案之旅。事过三天，直接深入现场周围村屯寻访无名女尸尸源的侦查人员呢，相继的无功而返了。只有负责追查那组电话号码的刑警,警袁纯光和李淑华，在邮电部门的协助下呀，初步查明被害人掌上的数字啊，贴近当地的高老板的。 住宅电话的号码，为了打开这起奇怪命案之所呀，可以说提供了一把钥匙。高老板，三十八岁，在本区工农村北山上承包了一座苦土窑，而小有富名。如果按照“保暖思淫欲”和“有钱有条件就去玩弄女人”的逻辑推理呀，这个人呢，极具。 作案的嫌疑，第一，他是熟悉青龙山环境的当地人；第二呢，他有能力寻花问柳。假如死者投怀送抱之后，意欲鸠占鹊巢，而高老板呢又难弃糟糠之妻，那么在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啊，这个家伙呀，就有可能设下圈套，把死者骗到青龙山上除掉。 然而，推测毕竟是推测。警方经过暗查，结果表明，这个高老板呢，是个非常计较的人。他虽然有钱，但是却极少出入灯红酒绿以及其他有三陪女郎的场所。在当地呀、啊，也无空穴来风之类的绯闻。不过呢，高老板呢还有三个呀不缺钱花的弟弟。哎。 倘若他们染指女色，利用哥哥的电话与昌富保持联系，也就难避为甩包袱而杀人作案的嫌疑了。警方就基于这样的侦查思路，专案人员下了很大的功夫，希望从这个高氏兄弟身上啊，打开这个案件的破案通道，但是最后啊，却未能找到任何的缺口。五月二十七号。 为解开无名女尸掌上电话号码之谜，坐镇指挥专案行动的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茂荣毅然决定正面就去接触这个高老板。当天上午啊，袁纯光和李淑华略动脑筋，便把高老板找到专案组。一阵寒暄过后，刘茂荣绕着圈子就切入正题了。 问道：“老高啊，今后有事儿怎么和你联系呀、啊？你家里有没有装电话啊？”高老板呢坦然回答说：“哎呀，我家里有电话，刚装了两个来月，只有家人与我有业务往来的人知道我装了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啊，哎，他脱口就把电话号码说了出来。这号码啊，正与。” 那句女尸掌心写的数字是完全的相同啊！这时候啊，袁春光一见谜底已经这个露面了，于是啊，拐弯抹角的又问了：“老高啊，在你那打工的人都是哪的人呢？有没有女的呀？他们知不知道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啊？” 高老板一听，不假思索的回答：“呀，哎呀，在我窑上打工的都是男的呀，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女的呃只有一个老太太是本地人。啊、呃，对了，还有一个女的是我的亲属。你的亲属，她叫什么名字？呃，她叫郝英，三十三岁。去年呢，那个老太太为了儿子筹办婚事期间呢，她顶替了那个老太太。” 在我这呀干了几天零活那个浩英，长得神模样。浩英啊，一米六左右，最明显的特征是长发，长达腰部。那他现在在哪儿？呃，这我不太清楚了。大约十天前呢、啊，他到姚地来找我，托我呀问他的母亲是否同意他回娘家去看一看。我回家就转达了他的意思，他母亲说呀。 没他这个丢人现眼的女儿，一口就拒绝了他的要求。第二天呢，他又来了一趟，我就把他妈的话呀给他复述了一遍。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就问起呀、啊，距他娘家不远的一家小卖部的电话号码。我说我也不清楚这家小卖部的电话号码啊。这时候他抬头啊，就看见我呀写在这个窑地里办公墙上的，供这个更夫夜间。 和我联系的电话号码，于是啊，他就问这是不是我家电话号码？我呀点头称是之后，他就用我办公桌上的圆珠笔呀、啊、记在了手上。从此之后啊，我呢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那你的圆珠笔是蓝色的还是红色的？红色的。高老板肯定的回答说。问到这里呀、啊，刘茂荣等人。 油然而生茅塞顿开之感，因为除了高老板住宅电话号码与青龙山女尸掌上的数码相同之外，高老板呢描述的郝英的年龄、身高，以及呀、啊、头发的长度，都与呀、啊、青龙山女尸的特征吻合，所以呀、啊、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了，青龙山女尸啊就是郝英。 但尽管如此，刘茂荣等人呢、啊，仍旧是不动声色的刨根问底了。老高啊，郝英他妈为什么不让她回家呀？高老板回答说：“哎呀，说来话长啊，是郝英的婚姻不幸啊，她丈夫啊性格粗暴，经常啊借故打她，有一次啊。” 她被喝得醉醺醺的丈夫打得很惨，曾经跑到别人家里住了一夜，后来就和一个叫做曾庆胜的男人呢、啊、过起了日子。因为她没有与丈夫离婚就与别人同居，他妈呀认为她呀败坏了门风，所以呢不准她呀再回娘家。经过警方查实，高老板所说的情况属实，另按常理推断。 他和他的三个弟弟，即使拈花惹草，也不至于对亲戚下手。因此呢，高老板被解除了嫌疑。抛开高,高氏兄弟之后啊，警方侦查镜头立即对准了那个曾庆盛。曾庆盛四十一岁，家住百寨管理区某村。一九九一年呢，他的妻子撇下了一双不谙世事的儿女。 离家出走了，至今呢杳无音信。由于家庭困难，他的老婆走后一直未娶，长期在人称“刘老五”的石场啊打工维持生活。警方暗中了解到，郝英呢确实与曾庆胜同居，但是已经离开曾家不知去向了。距离曾家二十多米远的小卖店女主人回忆说：“呀。” 五月十八号的早晨，郝英呢曾到他家的小卖店买了三盒香烟、一斤猪肉和两元钱的豆角，然后说呀去石场要给曾庆盛去送烟，回来呢又到了他的小店，声称啊要去英凤寨看望有病的姑妈，以后呢便不见踪影了。另外呢，店主还说呀，郝英离开曾家的头天下午。 在他的小店里闲坐的时候啊，有一个头发很乱、衣服很脏的中年男人来过曾家。曾庆盛的女儿曾琴呢，把他找走，说家里呀、啊、来了一位男客人。曾家后院的这个邻居就反映啊，郝英临走那天早晨到他家里晾衣服的时候，说他的姑妈有病想他，他一会儿啊就要去英凤寨。 去看看姑妈。另外呢，他也说了，郝英离开曾家的头天下午，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呢来过曾家。另外呢，有村民证实，郝英走后，曾庆胜无动于衷，只有他的弟弟在他的母亲催促下去英丰寨打听过郝英的下落，没找回人，也就不再找了。还有的村民说呀。 郝英失踪之前，好像与曾庆盛吵过一架。事后有人询问郝英去向的时候，曾庆盛说：“呀，是他把这个郝英给打跑了。”所以呢，这种种迹象进一步表明啊，青龙山上的女尸就是失踪的郝英，也似乎表明曾庆盛和郝英这对露水夫妻之间呢。 可能存在鲜为人知的矛盾，特别是曾庆盛对郝英失踪表现的冷漠，以及将郝英打跑之说，更加令人生疑呀、啊。因此呢，他理所当然呢就成了重点的涉嫌对象。但是，经过警方的秘密排查，曾庆盛呢却不具备啊作案时间。刘老五证明，他的时长每天早晚固定。 要放两次排炮，身为凿岩工和爆破员，曾庆生呢要负责钻打炮眼儿，要专门负责领取爆炸物品、埋设炸药和点炮。每天晚上八点多钟呢、啊，才能回到家中。上班期间根本就没有时间脱离工地。再说呀，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二十四号这段时间呢，他也没有旷工的记录啊。 石场的工人杨某佐证，五月十八号的早上，郝英呢的确到过石场。当时曾庆胜呢下山去买汽油了，两个人呢并没有碰面。郝英呢遂称去英峰寨看望他的姑妈，另将一盒良辰牌的香烟呢交给他，由他转交给曾庆胜。郝英前脚刚走。 曾庆盛就回到了石场，全天除了回家吃了一顿午饭，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石场。如此看来，曾庆盛虽然可疑，但确实没有机会潜到三公里外的青龙山去作案呢。警方传讯曾庆盛，他毫不避讳的就说出了他和郝英的不法关系。他说：“他呀。” 之所以没去找郝英，是因为他呢和郝英并非是正式夫妻，他也不认识郝英的姑妈，不便登门去找。另外，他说呀，他的家里很穷，很难找到老婆，所以对郝英是奉若神明，从未发生过口角。至于把郝英打跑的说法，他呀则是做了个吹牛的解释，说呀那是在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他还说呀，郝英外出的那天晚上，他的女儿曾琴告诉他，头天下午家里来过一个郝英让他管叫做姨父的男人。可以说呀，经过这番调查呀，这案情是节外生枝啊。到过曾家的那个男人，就成了警方新的追查的线索了。那这个神秘的男人是谁呀？只有曾琴才能解释明白了。 五月二十八号，姚春光和李淑华当面询问了曾琴。这位十六岁的女孩说：“呀，一九九八年春节前，郝英来到她的家里之后，她和弟弟就住到了奶奶家。五月十七号下午四点多，她回家的时候，就发现呢屋子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陌生男人。曾琴就问了：你是哪儿的？” 这个不速之客的男人回答说：“我是腰屯二道沟的。”腰屯哪来的二道沟啊？曾琴没听说过，在这个腰屯村还有二道沟，当即反问了一句：“有？呃，头道沟、二道沟都是这个村的。”那，那你来我家干什么？曾琴问道。“我找郝英有点事儿。”“嗯，有什么事儿？” 他姑妈病了，让我来告诉一声。曾琴转身出屋，直去小卖店就把郝英找回到家中了。进院之后啊，郝英随手把那个人自行车推进了堂屋，对曾琴说：“小琴呐、啊，你得管他叫姨父。从哪里论的姨父啊？”曾琴为此事大惑不解呀。郝英说了：“从你姨奶那边论的，我和你姨父啊。” 谈一点事儿，你到小卖店玩一会儿再回来。曾琴马上迈出家门，但是她并没有去小卖店，而是在房后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那个男人呢从堂屋里推出自行车，站在后门口就问浩英了：“你明天能不能去？去，明天我和他爸说一声就去。” 曾琴没有听见两个人在房间里的谈话内容，但是啊，他肯定的是，那个男人是当地人。曾琴说：“这个男人中等身材，肤色很黑，穿了一件少了一枚纽扣的蓝色上衣，其中啊，三枚纽扣类似铁路工人制服上的那种黄色的纽扣，但是啊，纽扣的表面已经磨损成。” 黄黑相间的颜色，另外一枚呀、啊，好像军装上的那种黄色的纽扣，熠熠发亮。警方询问说：“郝英离开你家的时候，那天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这时候呢，曾琴回答说：“她穿的是红色的圆领衬衫，粉红色的裙子，小穿黑色半高跟的皮鞋，左手腕戴着一条珍珠手链。” 骑着一辆紫色的斜梁带车筐的自行车，那当时他的神态有什么反常吗？松青回答说：“当时他表情很正常，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八点多钟，他骑自行车到我奶家去找我，称昨天来的亲戚捎来姑妈有病的口信，今天要去英丰寨看看姑妈，告诉我晚上不回来，说明天一定回来。” 他还说已经将午饭做好了，并从小卖店里买了猪肉和豆角，嘱咐我回家给我爸做菜。但是以后他就没有再回来了。为了找他，我奶奶曾经让我叔叔去了一趟英风寨。郝姨的姑妈说，郝姨根本就没有去她的家里。我也不知道郝姨究竟去什么地方了。郝姨走后第五天，我听我爸说，村里的陈某曾经找我爸要账。 说：“郝姨在他的小店里收过东西。”问清楚有关情况之后，袁春光和李淑华把曾琴领到市刑警大队的物证室，指着从青龙山无名女士身上提取的全部衣物和首饰问：“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郝英的？是一点都不错。郝姨那天穿的就是这样的衬衫和裙子。” 而后，袁春光和李淑华又按图索骥，驱车奔赴英风寨面见郝英的姑妈。郝英的姑妈说：“呀，她既没有生病，也没有托人捎信儿让郝英前来看她，并把曾琴叔叔登门打听郝英下落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离开英风寨，袁春光和李淑华径直找到了。 陈某的小卖店儿，亲眼见到了五月十八号郝英啊在店里购买的一瓶高粱酒、一瓶啤酒、半斤花生，以及火腿肠、榨菜、咸鸭蛋等食品的欠条。至此啊，青龙山女尸身份和被害时间两道难题终于有了准确的答案，但一道难解的破案方程式也实实在在,在的。 摆在了警方的面前呢。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九号，在案情初露端倪的情况下，专案工作呀似乎摆脱了盲人骑瞎马的被动局面，不料又逐渐的走入了空空如也的死胡同了。根据曾琴提供的情况，专案组分析认定，郝英啊是被曾琴说的姨父约到青龙山杀害的。 因为那天晚上，他没有向曾庆盛透露家中来客之事，相反，却在临走之前假造姑妈有病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呢，他又没有去看望姑妈，那说明他和那个男人之间呢，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从他舍近求远，在陈某小卖店赊购的那些没有拿回曾家的食品来看呢。 这个女人很可能是带着酒和食品，落入了与那个男人约会的陷阱，自导自演了一幕由献身到献命的人生悲剧呀、啊！警方顺藤摸瓜，郝英的丈夫首先就成为了重点嫌疑对象。第一，郝英被他打跑之后，他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这种不正常的沉默呀！ 或许就是他杀害妻子的犯罪动机。第二，他的体貌特征很像曾琴在家中见到的那个男人。若是论辈分，曾琴呢也该叫他一声姨父。如果他对妻子与人姘居表示憎恨，即使再老实再窝囊，也可能会设计实施报复。然而，经过秘密辨认，这个人呢并非是。 曾琴所见过的那个姨父，接着专案组呢又筛选了十余名被郝英成为姐夫或者妹夫的男人，逐个排查，最终啊也都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六月十二号，袁春光和李淑华得知郝英曾经在杨某的苦土窑打工的线索之后，立即前去调查，继而获悉呀。 有一个叫做郝莲的女人，与郝英曾经同在杨某苦土窑务工的信息，深追细查，这女人娘家呀，与郝英的娘家同住一村两个人呢又是同姓同宗的姐妹。郝莲的丈夫叫做王立仁，家居百寨管理区的后百村。论年龄啊，郝英呢比这个郝莲小。 恰好呢，这个王立仁呢，这是他的姐夫，也恰好符合郝英让这个曾琴呢管那个男人叫姨父的称谓。另据调查，郝英和郝莲在一起打工的窑地呀，仅距王立仁当年打工的石场十多米远。在王立仁打工的那个石场附近呢，还有一个石场，是郝英舅舅的石场。 这期间，王立人常去郝英舅舅的石场逗留。郝英啊，也常去舅舅的石场做客。再者，王立人还经常代替老婆上夜班，与郝英一起干活。由此可见，这对男女不仅可以由生到熟，而且呢，也会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直至暗度陈仓的条件呢。 于是袁春光和李淑华就紧紧的盯住了这个可疑的人物，王立仁，三十六岁，一九八二年参军，一九八五年退役之后，到处打工出卖劳力。这家伙呀，其貌不扬，家里也不富裕，按说呀，没有追香烈焰的资本。但是呢，哎，这小子呀，却和本村和附近村镇的。 十余名妇女有染呢，他好色，还有一个大特点，就是擅偷与他沾亲带故的女人。不仅如此，他还有归阴之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经常啊，在这个村里边的这些什么厕所啊，哎，趴厕所、趴窗户偷看妇女方便、洗澡之类的下流勾当。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郝莲因为他呢屡屡出丑和乱搞女人，与其脱离了夫妻关系。后来又出于无奈与其同床而眠。另外呢，王立仁的体貌特征也与曾琴见到的姨父很相近。这些看似无关的这些线索呀，就被警方给联系了起来。 也就形成了嫌疑链条了。六月十三号，袁纯光和李淑华特意准备了数十张照片，摆到曾琴的面前。曾琴一眼就从众多的照片中认出了王立人，就是曾经到他家里的那位姨父。六月十八号，已经升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并且。 兼任刑警大队长之职的杨子英听取专案汇报之后，也认为王立人构成重大嫌疑，但是考虑到缺乏证据，他当即做出暂不动人，继续实施监控，并且力争秘密的查到郝英的自行车下落的指示，同时要求袁春光和李淑华设法要搞清楚王立人有没有缺了一枚纽扣的衣服，以便。 稳操胜券。为了防止打草惊蛇，袁春光和李淑华多次深入后柏村，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查到郝英的自行车和那件具有明显特征的衣服。皆因不便明察未果，但是啊，却意外的摸出了王立人两次险些因色获罪在身的问题，从而且加剧了专案组对他的怀疑。 常言说呀，“疯狗身上无好肉啊！”这个王立人呢，就像一条可憎的疯狗。一九九五年，他在辽宁的岫岩，一座煤矿打工的期间，曾经呢遇见当地的一位矿工的老婆。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以报案相要挟，迫使王立人花了七千元私了，这才狼狈不堪的逃回到了老家。 偷鸡不成蚀把米之后，王立人呢又远赴吉林省一座金矿打工，在这段时间里呀、啊，他把当地的一个幼女呀、啊、认作是义女，许以各种物质，企图诱奸这个小女孩。不料遭到百般调戏和威胁的小女孩，无意之中泄露了他干爹的丑行，他的父亲呢怒不可遏的。 就把王立人告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后来呢，因为证据不足，使得王立人再次侥幸地逃避了法律的惩处。这两条几乎不为人知的丑闻，不仅充分地表明这个王立人的确是色色成性啊，并且说明他很可能因为好英择木而栖而陡生杀机，但是啊。 分析猜测不能代替证据啊！专案组呢还是难以下出手心凶犯的这个决心。过了几天，袁春光和李淑华不负众望，又查出了王立仁企图强奸小春未遂的隐案。小春呢年近不惑，是一位浑身充满着成熟女性诱人魅力的当地的女人。 一九九三年的时候啊，小春啊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的时候，王立人常去这家饭店吃饭，两人呢、啊、就熟识起来了。自从见到小春，王立人就像是癞蛤蟆见到了天鹅一般呢，垂涎欲滴呀、啊，总想着饱餐一顿秀色。那一年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他借故就把小春骗到了一个偏僻之所。 之后立刻露出色相，纠缠小春儿，与他行云不雨啊！小春儿发现自己上当了，当场扭头就走。王立人恼羞成怒，突然捡起一块石头，击中小春儿的后脑，将小春儿打倒在地，然后饿狼一般扑到小春儿身上。小春儿突遭袭击，情知是在劫难逃啊！他旋即啊！ 转怒为嗔，说道：“王哥，你别急呀，你等我喘一口气，一定让你称心如意。”哎，这王立人以为这个小春回心转意了，马上口吐莲花的说：“春妹呀、啊，你别怪我着急，也别怪我一时粗鲁啊，要怪就怪你长得太美了，馋得我睡不着觉啊。”王哥呀，你看你把我的头都打破了。 哪里还有办事的情绪呀、啊？小春这个时候啊，那是强压满腔怒火呀，佯装温柔的说：“王哥呀，以后我跟定你了。现在我的脑袋很疼，今天晚上不能伺候你了。你先送我回家，改天咱俩再玩好吗？”不行，你被打的头破血流，我送你回家。 你怎么向你老公解释？王立人唯恐有诈，将信将疑的反问起来：“王哥呀，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我回家就说，我到铁路上偷煤，让看煤的保安人员给打了。小春啊，有煞有介事的编了一套瞎话。闻听此言，王立人虽然不想放过眼前的尤物，但是他也害怕。 惹火烧身，果真呢，就顺坡下驴，就把小春啊送回家中了。不料小春的伤势恶化了，住进了医院。她的丈夫执意要找保安人员算账。小春啊，这才不得不说出了本来呀想隐瞒的实情。那小春的丈夫气得暴跳如雷呀、啊，当即就要报案。小春害怕这个事情张扬出去。 自己没办法做人，是以死相逼，这才打消了丈夫去报案的念头。事后为报乳妻之恨，小春的丈夫曾经找人威胁王立仁花钱消灾，王立仁被迫开出了一张两千元的空头支票，结果呢，因为无钱支付，最后啊也是不了了之了。这时候，警方尽管还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王立人就是杀害郝英的凶手，但是，他使用欺骗手段谋色和用石头施暴的情节，既暴露了他胆大包天的一面，又暴露了他功于心计和心狠手辣的一面。而郝英被他约走当天即遭杀害，凶手显然非他莫属。如果以此为由传讯王立人。 即使不能攻破郝英被害一案，也可以以这个强奸未遂罪将其打入牢笼。然而，警方啊，因为没有查到确凿的证据，仍然是按兵不动。六月二十五号，刚由技术科长升任刑警大队第一副大队长的张恩惠获悉专案进展情况之后，犹如条件反射的。 想到了唐曾曾经的亲历的四起九针未破的陈年积案。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八号下午，百寨管理区小燕骑自行车卖冰棍的时候失踪。三天之后，有人在一个美食洞内发现了被自己的乳罩勒死的姑娘。当时，这位少女的胸口压着一块石头，凶手将其强奸之后。 还极其残忍地将两根冰棍插进了他的下体。一九九二年九月九号，当地少妇小青被强奸、杀死在百寨镇变电所的北墙外。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号，百寨管理区某村的小霞，也是在骑自行车买冰棍的时候，被色魔利用冰棍箱上的皮条勒死之后，在百村的一片。 玉米地里将其强暴，时隔半月，当地群众才循着臭味儿找到了小霞半裸的尸体。当时啊，为了侦破这些影响恶劣的强奸杀人案，警方曾经动用过大批的警力，最终啊，因为线索枯竭，未能如愿，乃至成了积压多年的悬案。 这些尘封数载的恶性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凶手不带任何凶器随机作案，并且在变态的心理支配下肆虐。特别是小燕胸部压着的石头，与郝英脸上压着的石头的情节极为相似，所以啊，张恩惠呀、啊，不仅怀疑王立仁就是杀害郝英的凶手。 而且怀疑王立人可能是这些陈年积案的制造者。对此，杨子英副局长和曾参与这些案件侦破工作的王国鹏副局长也有同感，并同张恩惠形成了跳出个案侦查圈子的一致意见。七月一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杨子英副局长果断下令并案侦查。 复查小燕被害一案，王立人当年恰好啊在小燕被害附近的市场打工，而小燕恰恰是在那个市场卖完冰棍下山途中被劫遇害的。重返小燕的丈夫，他仍然提供不出杀害其妻的嫌疑对象，但是却从数十张照片之中认出了王立人的面孔，并称。 小燕被害那一年呢，他曾经同此人一起在小燕被害附近的石场打工，知道他姓王，家住后派村。警方实地观测小霞被害现场，那片玉米地呀、啊，距离王立人家仅仅一百余米。警方经过深入的走访调查，王立人那时候啊。 正在张官村一家石场里打工，每天往返必经那片玉米地。另外，王立人曾经连续多年在郝英被害现场西侧果园打工，这情况也被调查出来了。七月四号，袁春光和李淑华又秘密的查明，王立人的确穿过一件缺了一枚纽扣的铁路制服，其中三枚。 是已经磨掉大部分黄色表皮、接近黑色的纽扣，另一枚纽扣则是黄色衣袖，这一点与曾琴所说的那个一副衣服上纽扣特征如出一辙。这些单个镜头组合起来呀，实际上已经把一个色魔的丑恶嘴脸完全的勾画出来了，进而坚定了专案组的破案的信心。 七月十号的晚上，杨子英副局长再一次详细的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发出了收网擒凶的指令。当天晚上九点多，李昌贵率领袁春光、李淑华、秦孝东、李家松等四名刑警，一改往日便装的打扮，身着警服，分成两辆警车直扑后柏村，准确无误的。 包围了王立仁的住宅，一阵敲门声过后，王立仁老婆走出来问道：“谁呀？”我们找王立仁有点事儿。王立仁老婆刚刚把门打开，袁春光等人便持枪冲进了室内。面对威武的刑警，躺在炕上的王立仁顿时是呆若木鸡呀、啊！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副锃亮的手铐已经扣住了他的双手。我们是刑警大队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有重大犯罪嫌疑，现在依法拘传你。李昌贵开门见山的宣布了警方的决定。接着呀，李淑华又给这个恶魔加带了一副手铐。随后，秦孝东和李家松从王玉人家中的仓房。 搜出了一辆紫色斜梁自行车，直到猎物和赃物全都到手，两辆警车这才故意拉响警报，缓缓的驶出村子。这个消息呀、啊，不胫而走，就在村子里传播开了。当天晚上二十三点钟左右，经过曾琴的辨认，那辆已经更换把套、车座。 和卸掉车筐的自行车，确实是郝英的自行车。之后，专案组采取“逼虎吐食”的审讯方案，正式拉开了公审的序幕。李昌贵警官交代一番政策之后，威言喝道：“王立人，你有严重犯罪行为，我们先给你一个认罪的机会，你快点说，你都干过什么坏事？”嗯、呃。 我我我我两年前，我我趴过女厕所儿，负隅顽抗了很长时间，王立人这才挤出这样一句话来。王立人，你应该清楚，刑警是干什么的？如果仅仅因为你趴厕所儿，还用我们来处理你吗？李昌贵是步步紧逼呀、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犯罪问题，狡猾抵赖。 只能加重法律对你的制裁。审到这里呀、啊，王立人虽然是强装镇静，但是浑身呢已经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了。薛景堂副队长见状，当即大喝：“王立人，我们没有心情听你说这些鸡皮蒜毛的小事儿，赶快交代重大的犯罪问题！我我没有干别的。” 王立人仍然是枉然不供的、啊。薛景堂警官话锋一转，突然单刀直入逼问说：“你认不认识郝英？他到哪里去了？”“呃，他、啊……他让营口的一个男人给领走了。”“胡说八道！我明确告诉你，郝英已经死了，死在了青龙山上。说明白点就是被你杀害的。” 袁春光是一针见血呀，见机就放出了一发炮弹呢。啊，不，不，不是我，呃、啊，是我和高某两个人把把把把郝莹杀了。嗯、王立仁这时候招架不住，语无伦次的胡诌了起来。撒谎！这些案子不是两个人干的，而是你一个人干的。李淑华这时候趁热打铁，直截了当的就戳破了王立仁的鬼把戏。 我我我我说我说，王立人这时候就像是一条被抽了筋的赖皮狗，霎时之间瘫坐一团，吞吞吐吐,吐的供认了杀害郝英的犯罪经过。原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他和郝英相识不久，即勾搭成奸。自从郝英与曾庆盛骗居以后。 他就失去了和郝英交欢的机会，两个人基本上就断了来往。五月十七号下午，他实在是难耐偷情的诱惑，于是骑上自行车去找郝英了。这个时候啊，郝英啊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啊，情夫登门又拨动了他的春心了。当下，两个人约定外出幽会。 并且共同编造了掩人耳目的理由。第二天，郝英放出了看望姑妈的烟幕，到村头陈某的小卖店买了酒菜，便骑自行车赶到了双方敲定的碰头地点。由王立仁骑着他的自行车把他带到了幽静的青龙山。当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啊，两个人在青龙山上吃喝完毕。 互吐了一番相思之苦，卿卿我我缠绵了一阵之后，与鬼为邻的好英不甘白白付出肉体，就开始与虎谋皮了。他向王立人索要五百元的现金购买衣服。王立人身上没钱，他也不想支付这笔风流费用，当即就拒绝了郝英的要求。郝英啊！ 知道一位姓杨的石场老板欠他的工钱，就逼王立人要来给他，并且呢，以不拿钱就要把这个奸情告诉郝莲，要挟王立人就范。王立人当时顿生恶念，随后啊，就捡起了一块石头，趁着郝英不备，猛击郝英的后脑，将郝英击昏掐死，然后把尸体。 拖到了采石场断墙处，掀开衣裙，又用啤酒瓶子的碎片挑断了郝莹的裤衩，伪造了强奸杀人现场，然后再把拖拽郝莹尸体弄掉的皮鞋扔进了荒草丛中，骑着郝莹的自行车仓皇地逃回到了家中。这时候，李昌贵警官抓住战机，进一步地进行了公审。 我问你，你还有没有严重的罪行没有交代？没了，真的没了。王立人这时候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回答说：“没了。”袁春光紧接着敲山震虎说：“我问你，一九九一年六月，你在什么地方打工？要说作恶心虚呀、啊。”王立人接着交代了。 在圣水村北山石场打工时，欺骗小燕，到石场去卖冰棍儿。他守候石场附近的山上，把卖完冰棍儿下山的小燕强行拖进了美食洞，用小燕的乳罩勒死小燕，奸尸之后，又残忍地将两根冰棍儿插进小燕下体的犯罪过程。李淑华这时候胸有成竹地继续发出讯问。 你接着交代，呃，没没有了，你不要耍滑头，你的罪行我们已经了如指掌了。袁春光接着喝道：“我们不仅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而且连你偷过谁家的黄瓜的事儿也一清二楚。”呃，这这这，呃，我交代，还有一起案子也是我干的，哪一起案子？你痛痛快快地讲出来。 几位经验丰富的巡警啊，是轮番轰炸呀，迫使王立仁又供出了奸杀小霞的罪行。那是一九九三年的夏天，我去张官村北子沟看望我的战友，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卖冰棍的女人，我把她逼到了附近的玉米地里强奸后，用她冰棍箱上的皮条把她勒死了。 你还有没有罪行？没有交代？嗯，没了，这回真没了。有，据我们一个多月的侦查，你不仅杀害了郝英、小燕和小霞，而且还有严重的罪行没有交代出现。袁春光啊，本来呀、啊、想指出小青被害的案件，但是话到嘴边又改变了讯问的方式。我。 我还和别人杀过一个人，王立人出乎意料的说出了专案组啊，实际上并没有掌握的另一种罪案。和谁干的？把谁给杀了？我我我和孟凡杰把本村的陈某给杀了。你讲详细一点。接着呀，王立人就供述出了更加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啊。 那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三号发生血案，当时啊，王立人见到本村的孟凡杰风流放荡，于是啊，暗暗就生出了淫心了。孟凡杰呀，虽然是徐娘半老，毫无姿色可言之人，但是啊，却惯于招蜂引蝶，曾经和村子当中很多人明来暗往。这个陈某啊。 就是其中之一。陈某平生啊有两大嗜好，第一是贪酒，第二是好嫖。他的老婆不堪忍受他的虐待，早就与他分道扬镳了。由于老不正经啊，这个年近花甲的老汉变成了官夫。早年呢、啊，他是村里的电工，在挨家挨户收取电费的时候啊。 以免收电费为手段，很快就把这个孟凡杰呀、啊、勾引到手里了。后来呢，他被免去了电工之职，仅靠卖点耗子药来维持生活，也就没有条件博得孟凡杰的欢心了。再加上啊，他已经老卖年糕，失去了利用价值，孟凡杰呢也就渐渐的对这个陈某啊产生了厌倦之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立人呢就像是苍蝇盯住了那个裂缝的臭蛋一样，盯住了孟凡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二号，孟凡杰花钱呢买了四亩地的玉米杆，雇车呀就往家里拉。这时候啊，陈某主动呢在孟家呀帮助堆垛呢。下午四点多钟，王立人。 也去凑趣儿去了。当天晚上，这两个人呢一起被留在孟凡杰的家中接受款待。酒过三巡，王立人故意找茬，与这个情敌是吵骂不休啊。孟凡杰的丈夫实在看不惯这种场面，索性呢就到邻居家里呀、啊、去躲起来了。这时候，王立人已经。 把这个喝得昏昏沉沉的陈某，就拖进了孟家的里屋。除了用棍棍棒、拖鞋等物殴打之外，还用拉线电灯开关的尼龙绳捆绑陈某的这个下体呀、啊，极尽侮辱啊！孟凡杰呢，也因为这个陈某啊吃锅忘盆儿，觊觎妻女而加恨陈某，与王立人一起殴打。 捉弄陈某，甚至呢，他还脱下裤子往陈某的脸上撒了一泡热尿啊！凌晨两点多钟，已经被折磨的半死的陈某，才被孟凡杰搀回家中。王立人这时候仍然是难解心头之恨，当即尾随到了陈某的家中。陈某独居啊，家里是十分简陋。孟凡杰扶着陈某啊。 仰卧行李卷上，随手就捡起炕沿边上的兜子，扔进了炕里。这时候，王立仁听见响声，就问了：“什么玩意儿呀？耗子药！快给我弄点水喝呀！”这时候啊，陈某大喊口渴，不料啊，这却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呀。 王立人这时候是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发出毒死陈某的暗示：“哎，给他舀碗水，拌上两包耗子药。”孟凡杰会议立即将拌有耗子药的水就端到陈某面前。陈某是在朦朦胧胧之间呢，听见两个人对话，一边拼命地躲闪这个水碗，一边是骂不绝口：“哼，我让你骂！” 王立仁这时候戴上随身携带的手套，发疯一般的就跳上了炕，掐住陈某的脖子，骂道：“老东西，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周年。”不大一会儿，这对恶人呢就把陈某送上了黄泉之路了。作案之后啊，为了防止罪行败露，诡计多端的王立仁马上动手伪造了陈某。 在醉酒状态下服毒自杀的假象，他先把陈某大衣的上部进入外部的水缸，再在室内那个鼠药碗旁的这个桌子上啊抖落一些，一看就是鼠药的大米粒儿。接着呀，解下了陈某用黄色布条搓成绳子的裤带，系在了陈某的脖子上，并且把陈某的两手摆成啊握住这两端绳头的姿势。 然后舀了一瓢凉水泼到了陈某裤裆的部位，形成了醉鬼寻水解渴、服毒直至毒发难忍，抽出裤带自缢，导致小便失禁的场景。最后啊，他又指使孟凡杰擦拭了二人碰过的物品，这才一前一后逃离了现场。第二天上午啊，有一位村民就发现陈某。 已经死在家中了，立即报告陈某的亲属。当时啊，可以说现场那是漏洞百出啊。村干部和陈某这些亲属啊，虽然觉得陈某的死的很是蹊跷，但是呢，却没有深追死亡的原因，也没有报警，就稀里糊涂的用陈家的一口大衣柜把这个屈死鬼。 连同王立仁和孟凡杰的罪恶呀，一起葬进了村南的山上，使得警方丧失了一次极好的破案机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七月十二号凌晨五点钟左右，孟凡杰被抓获到位，他如实供述了他和王立仁杀害陈某的经过。至此，历经四十六天艰苦奋战，警方终于锁定了。 营口大石桥王立人犯罪的这样的全部过程，而且血债需要血还呐、啊！消息传开呀、啊，人们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呀、啊。